不会记得小时候那些不实际的梦，想做享受赚钱找工作，可他日子怎么过？我们从前拥有什么，却一直很快乐，只是现在的你是不是搞不懂。你们想一想现在的生活，什么地方出了错？不想说偶尔做做梦，昨天日子怎么过？等到我们拥有更多，也能更快乐。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出了错？你们会不会记得小时候那个不实际的梦？不会享受赚钱找工作，工作日子怎么过？从前我们拥有什么？